沙朗史东怕儿友菲律宾腔，请菲佣跟儿讲话。IP， 好莱坞巨星沙朗史东最近遭前任菲佣控告种族歧视。在一份九页的民事诉讼书里，这位前菲佣控告沙婶禁止他跟孩子们说话，甚至还禁止他在家朗读圣经。他还控诉沙婶批评菲律宾食物难吃，称菲律宾人为笨蛋。更在发现菲佣榨取加班费后，立即将他开除。这不是沙婶第一次卷入争议。2008年，他说四川地震是现世报，因为中国欺负达赖喇嘛。沙婶是好莱坞的最新种族歧视者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他将发现他同伴还真不少。沙婶已否认了指控，但你相信谁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好啦，影片看完啦。怎样？你有话说吗？好啦，有话要说，写在下面好不好？快写吧，别害羞，我在等哦。